我向你展示如何简单快捷的方法制作年糕。这是四个人份的材料。这个大碗中放入300克黏米粉、150克木薯淀粉、半茶匙盐混合，加入450克开水，搅拌。油脂面团变得光滑，取一块面团，把剩下的放在一个袋子里，防止变干，形成为 2.5 厘米的圆木。切断，把它们放入沸水中，移动它们，以防止它们粘在锅底，用中火煮。五分钟后，它们浮起来，把它们去除，放它们在大碗里，加入一汤匙芝麻油，混合。让它们冷却，切年糕成片，彼此分开，年糕片就做好了。现在您就可以用它们来翻炒了。感谢您收看并分享的食谱，再见。